我那就白目诶，拜托这千万拢哦哈，就改冲天炮击里边火龙果来了，天啊！一砰，然后就整颗炸开，然后被那个迄个迄捡诶阿伯讲，伊那人啊，好心诶。然后那一场中那个中秋晚会吼，就是伊顶管有夹一种诶固定式诶一种一个烟火，烟火啊，会喷弄下来，它那个火花会喷，火花喷到会烫到人，是啊，嚯，阮全部诶人全部拢。开始绑的时候，我就走啊！直接帮你点头摸。结果没有人发现阿奇仔大哥搁底。那中秋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好玩的事啊？有很多好玩的事，也有很多白目的事。你是白人白吧？你白吧？是我白吧？哦，你白吧？对，因为小琉球嘛。然后中秋节除了烤肉以外，就是可以大肆的放鞭炮。哦。对，小时候啊，什么水鸳鸯啊，丢啊丢啊，很多都可以玩啊。然后呢，我呢就白吧，拜托这千万弄哦哈。因为我家前面有种那个火龙果。哈。爱囡仔的白棒嘛，即马棒跑棒料啊，哎、欸，就无聊呢。啊，原来棒火龙果，棒火龙果，就改冲天炮击里边火龙果来嘞，天啊，一砰，然后就整颗炸开。啊，不是红叽叽，红叽叽，然后被那个迄种的阿伯讲，囡仔人啊，好心的啦，我甘愿吼，迄火龙果你搞我偷班去吃啦，啊，你无遐尼偷济，搞我火龙果炸了了去。丢啊，哎、欸，你说真的呢？欸所以还没代志，没代志。真的，然后未使饿哦，吼，还个个无乖。中秋节跑掌会不会发生一些比较可怕的插曲呢？我印象当中吼，我去做一场这個中秋晚会，然后中秋晚会哦，有当时后边拢会有一挂迄个放烟火嘛，烟火安尼，高空烟火秀。结果，迄天咧唱迄阵风足大诶，结果那放的时阵隔壁。诶，回收厂就隔位起来，哇，好危险哦！太近了吧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在放的时候，火花掉下去，就是它是风真的很大，太大了。对，然后规个烧起来了，隔天还有播，还有好像有新闻啊！哎呦天啊，其实蛮危险。规定为回收厂修了了，边唱的时候后面的还也。搁看到九零车，咦吼咦吼！天啊，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唱哎！动作边一个火舞表演啊！啊，还有一次哈，我是伫那个对岸哦，在那个福建，有一次我跟阿吉仔大哥，好阿哥，刚那个好像还有袁小迪大哥，然后那一场中那个中秋晚会哈，就是伊顶管有夹一种诶固定式诶一种一个烟火啊，会喷弄下来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像瀑布，烟火，很像瀑布，对，结果迄届拢无人知影，拢无人知影，阮全部人拢无人知影，结果呢，伊开始放诶时阵，阮可能哈。那我那个会烫，他那个火花会喷，火花喷到会烫到人，对是啊，嚯，我全部的人全部拢开始绑的时候，我就走啊，直接帮你点头摸，结果没有人发现阿奇仔大哥搁底，怎么办？喂，我虽然我们不应该笑，但是这时候跑不了，真的，天哪！你较早拢会想讲伫电视顶听到很多趣事，讲阿吉仔啦，什么些哦跋筊啦，叫人照料你啊，都一定要变。我们那次真的是真的亲身遇到，办宴会打个照料，真正无带救济，对啊，因为伊家己嘛无法度送啊，对。当真正大家发现了后，大概一分多钟赶紧，他可以来，赶紧上来了。搁底下修一分钟，真的，也啥应该拢修起来。哎呦，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他第一反应就先离开了。对啦，对啦，第一直觉哈，对啦，被吓到了。换我了，我这个是送礼惊魂记。因为知道我们这个出去做外场哈，不管是不是中秋节，多少都会带一些什么海报啊、小礼物、小礼物啊。然后通常这个送小礼物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激动。那一天的那个活动呢，是这个一个公所办的一个中秋晚会。那这个公所的人呢，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送柚子。哦，伊传作者想的哦，差不多有十箱哦，要给今日来歌手会当送柚子啊。用心，对，很用心。用胆量危险呢。我要上台之前，我在心想说，哇，这个柚子我到底要怎么给？对呀，我用 can 嘛，不是我当 can 就桃红啊，对，我金龙咩喏，所以你一定爱安尼 take， 一定爱交到人家的手上。对，那一天的那个舞
舞台呢，高度差不多就是像现在这样子而已，它就是一个浅浅的台。哦，那你还好。然后我就啊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公所有准备哈，这个柚子，那上面都有晶晶的签名哦，那准备下去送给大家。哇，听到这句话，全部的人都往前了，我才走下去不到三句，唱不到三句，我整个又被挤回到这个舞台上。然后因为那个舞台很低嘛，所以大家都跑上来啦。然后跑上来那个后面的有那个 trust 架，我们是从舞台前面一路被逼退到逼到 trust 下。重点，你知道我当下我最担心的不是我自己跋倒。嗯，我想欢乐的是我们金智霖，因为那个时候她怀孕六个月，哦，对对对，我超害怕的，他们以为他这里也有柚子嘞，啊，我真的快吓死了，然后我也顾不得唱歌，我就直接说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我经纪人怀孕六个月，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很怕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大家都没在看，你敢知？大家把就来干那些柚子、啊，对，所以就啊，那个公所的人听到我讲，因为其实。有六个月有时间就唱多哎，那么唔知你不讲，那么唔知呀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听到我讲说，哎，我的经纪人怀孕六个月，马上冲上来就是帮我管理秩序这样子。后来就不敢发了，是，对，因为真的吓到，你不要抢走我经纪人的柚子啊，我经纪人的柚子。